死了，不知道死了没有？还没死，还没死。哇，一条1.5斤，还有没有？哦，差不多摸毙了，没有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哎呦，这边还有条鱼啊，这个哪里啊？在这下面。啊，你说抓，快！哎，还躲到这底下去了。哇，看来阿峰抓鱼还是很厉害呀、啊，还没戴手套。哦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。哎，走，回家。就看到一只。